中原乐器暨清溪新闻艺学会慈惠一郎开幕典礼，典礼开始，恭请院长致辞。活动也是大概是我们75周年的校庆和院庆的开始的一个活动，好，那我们后续还有一些庆祝活动。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本日操演分为静态组合枪法及动感操枪两个部分。首先是静态组合枪法。对，去。这其发音的画手动作，协调一致的枪法角度。静态组合枪法主要训练队员动作的比较对点及协调性，透过操枪发出的声响互相配合，展现一队最重要的精神。队员手中使用为5.0加兰的步枪，枪重6公斤，全长173公分。因特殊构造及步枪等的重量比，超越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及危险性，需经过长时间及高强度的训练方能驾驭。现在呈现的是转场的超越，请掌声鼓励。接续操演的是双人特技枪，操作难度提升，危险性加大。除了要有过人的勇气，更要经过无数时间的练习，提升默契才能完成。
海星座影踪依云，守护无畏风雨来支持。海之舞着你对会擅长风采，蓝与白交织中城市掩在胸怀。相偎的一户人人年之间，每一场拯救都是生命的回应。为了国防和健康，携手同行，坐饮精神，永不会停止前行。一个想法精准，真理吸引目光，国军一员守护，共建荣耀辉煌。我们捍卫疆土，你守护健康，蓝白同心为这片土地点亮希望。七十五年无惧时光的淬炼，国军坐饮总一员与海军陆将一队，在这场快闪中留下永恒的信念与骄傲，献给一户的守护。坚守光辉历史再次延续，海军座营总一人守护无畏风雨来支持。海军陆战一队快闪展风采，蓝与白交织忠诚誓言在胸怀。相偎的一壶人缘之境，每一场成就都是生命的回应。为了国防和健康，携手同行，坐饮精神，永不会停止前行。一对枪法精准，阵列吸引目光，国军一人守护，共建荣耀辉煌。我们捍卫疆土，你守护健康，蓝白同心为这片土地点亮希望。七十五年无惧时光的淬炼，国军坐营总一员与海军陆战一队，在这场快闪中留下永恒的信念与骄傲，献给一户的守护。
国军总医总医院七十五周年生日快乐！切到左，好，等我帮你。对，时间结束，谢谢大家。